咱这段时间，踮在这个所在，好欠无你解救我，又不是你，好命和小风生命难回家，小风。最看听的，就是咱两个人的缘分。如今你被铁桶全部收回当头，但有情没有义。最看见就是咱的缘分啊！有一句话想要对你讲，什么话？你真衰不好啊！放手啊！水啊，高水，迄目睭细细蕊啊，啊面啊咧蓬皮啊蓬皮，啊
规身躯穿个桃红色个，有够古锥个啦！讲真实个，对无？听你伫咧讲，那迄毋着是阮小妹？你讲伊对你讲了情意啊？是啊，那你是实在太好啊！你放心，阮小妹非常乖巧，你若是揣揣着吼，那你是你三生有幸啊！嗯，我一个白先生，果然英俊潇洒。唔对，人少也唔对，你话谦虚的，哪里可能伊的？袂当看有这查某的吗？是吗？小姚，我要甲你斗。伊安怎啦？我伫咧房间看电视剧。我听你讲，电话无无，你知影？你知影？伊个人真超干，我心都无去啊！你个人，伊个人，你到底好干啊？竟然，你到底落西？安尼就唔对啦，你才贵妃咧咧。伊讲伊个亲妹，伊讲个中干咧。阮久的道动王啊，好啦，既然哈，这拢是误会，平安就好。放心，因来爱做甚，无代志。哪里恁小妹，因我误会，其实我也没无安怎，就算伊给我中间，伊其实要真是给我中间来，伊给我整念念啦。是吧？哎，你唔通误会哦。你来交代要做甚物啊？我甲你讲一下尔，我今日对我吼，迄个反感。那你小芳，现在你的身世已经好势啊，那你搁要继续居住踮在厝底吗？休困一下，稍等下我就要回去了。你要倒转去啊？是啊，飞算落高，还阁有真侪代志爱处理。原来是安尼是，哎，我嘛爱趁这段时间好好陪伴你。是讲你二小姐咧？唔知啊。